主料，玉米粒一小杯，纯牛奶70毫升，玉米粉60克，糯米粉60克，辅料炼乳2勺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玉米粒加入牛奶，放料理机打成汁，加入玉米粉、糯米粉，炼乳搅拌均匀，再加入一些玉米粒，平底锅烧热，放入糊糊小火慢煎，一面变色之后掰面煎另一面。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烹饪技巧，忽要是灯调西点，要有耐心，小火慢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